了，我们还有一个叫乌镇要走，嗯，差不多看一眼就行了。买东西乌镇有买，那些小东西啊。这条街就是在宋朝的时候比较出名的一个 shopping 街。
想吃里面坐啊，里面坐啊。来，喝茶里面坐，楼梯当中。黄金屋许元素，乾隆湖许家窑铺，金碧上河土鬼屋，一票。